38篇8节9节，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Psalm chapter 38, verse 8 to 9. I'm feeble and utterly crushed. I groan in anguish of heart. All my longing lies upon before you. O Lord, my sighing is not hidden from you. 马太福音11章28节，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28.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weary and burdened,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Verse 29,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humble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让我们每一个人站起来，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放下，举起我们的双手，来到他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会唱的，一起来唱。烦恼苦重担的都到这里来，疲惫受压制的他要来恢复，放手来到我主耶稣的脚前，卸下这一切就让他来掌权，就是现在，来触摸我，心被满足，用你双手来拥抱我，在你怀中不放手。烦恼苦重担的都到这里来，受压制的他要来恢复，一起举起双手，一起的来敬拜，把我们的重担放下，卸下一切，这一切就让他来掌权，举起双手，让他来拥抱我们，让我的心用你双手来拥抱我，在你怀中不放手，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来触摸我们，让我的心被满足，现在一起来敬拜，来触摸我，让我的心，用你双手，一起来唱，在你怀中不放手。掌声给我们的上帝，耶稣你配的，我们把我们卸下一切所有给你，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掌，会唱的一起来唱， 1 2 3 go。
胜利
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也来敬拜你。今天早上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敬拜你，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满足。好，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进入敬拜。天堂是我家。
风雨中，暴风雨中，我领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一起来。的十架，唯有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totally back, totally back.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totally back.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The cross, 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The cross before.
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一起来敬拜。我们且呼求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要设立主的宝座，在神的殿，在我们的家。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想要听我们的呼求。2017，让我们心完全的来转向神。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2017年早上，好不好？每个人，我们开始用方言祷告，设立宝座。在神的殿里面，用我们心灵诚实来祷告，我们来呼求。2017年里面，你有什么的渴望？你渴望得医治？你喜欢得了完全的释放吗？2017年里面，你有什么的渴望？让我们先把耶稣作为我们中心点，让我们一起来呼求，让神的宝座设立在神的家里面，设在神的殿里面。唯有主的宝座，生命的河流、活水的泉源才能流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呼求。是的，主，我们需要你更多，我们需要你更多。是的，主，我们需要你更多。是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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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把天父今天早上你百姓一同聚集，同心合意到你面前来呼求，主啊，你的宝座要设立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看到从你宝座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看到医治的河流要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释放的河流要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祝福的河流要涌流出来，所以我们要看到成功的河流要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喜乐的灵要涌流出来，丰盛的生命要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盼望能力意向使命要涌流出来，神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应许要临到你的教会，当你百姓回转归向你的时候，主，当我们高举你的名的时候，主，我们要看到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主宰，所以一切主，我们相信在你手中有美好的计划，主，我们相信我们要看到新的一年里面圣灵的河流涌流进每一个人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的渴慕，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永远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你给我们永远是最好最棒的，能发什么事情，主，我们知道你仍然掌完全，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你颂赞，一切荣耀一切尊贵全命归给我们全能的上帝，愿你是全能的神，掌管一切万有， Amen， 哈利路亚，求主你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敬拜，求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Amen， 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 Amen， 欢迎来到神的家，欢迎来到菲拉铁菲教会，今天早上我们在 Harry 的时候，大家随顺的走动，因为今天有许多人回到神的家里面，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彼此的拥抱，彼此的握手，让神的爱到处的走动， Amen。 Harry 你不然三把哈呀小朋友好大声哦、yeah.
前面对后面的说，使我们以神的爱隔绝，以弟兄姐妹的爱隔绝。 Amen。